你如何看着，你会不会比我们早更已经退化？所以你一定要把握。像我吸小口，像我是到了可能四十五岁后，你们会提早退化。我们差六个就到期了，那他们已经到期了。你一定要点了，知道吗？我们杠精很多哎、欸。他讲你你们要怎么分？那個、老司机说，老司机就听你讲，你由你由你决定。哎、欸，我们打那个指定地址，这张图是卡斯提亚，你看你想怎么打？我们一张图打两次，会有分不同出生点。哦，那你可以先跟他们沟通，然后我过去一下，看他们准备好。我的装备都还没装好。你们装备装好了没？我装好了，我只装备了，赶快装一下。我刚刚直接氪金氪上去了，真的是打死你。装好了，装好，等下跟我讲一声。我们那边人在装装备啊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们还等 Leo 哥啊，如果 Leo 哥再不来，我就先下海了。其实我不想打，我只想看。好坏哦！我先回去啊。哦，你们先把装备装起，我等下再过来看一下。陈峰有100了，我真的超讨厌他。100装备装好了吗？没有，我这还差不多，剩最后两个没装而已。我也是。你们要装备装好，跟我讲，我过去跟他们讲说可以开战。装了之后到307.8。你看他。只有十阶以上才有这种诗句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们哦、喔，那什么、啊，那个用抽烟可以赶蚊子啊？不行。什么东西？抽烟。你现在这里蚊子很多哎、欸。你在野外打？对啊，我现在流浪街头中。我刚刚本来想去公园跑步，就想到说要打团战，其实花了5分钟赶回来凉亭这边玩，当蚊香用。你用手机玩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沈妹，利友是会慢一点，是不是？他会慢一点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他说他在搬电脑。搬电脑。那我就不下来了，我等他来啊。这个烟好像没什么用诶、欸。你们都装好了吗？装什么？装好。装好了，我过去确认一下。你们装备装好了没？我们都装好了，我们都 OK 了。我要装修了。我们只差Leo在开电脑的了。OK。Leo 开好电脑。原来还没有上电视课。我们第一张地图是卡斯提亚，那我们 OK 就是照那个顺序打下来。那一张地图就不同出生点各打一次，好不好？啊、大家就先听那个老孙指挥。哎，多多包容我这个小嫩逼啊。对，就听他讲，然后可是你们不是说只是听，然后完全不讲话，就是有时候还是报一些情报回去，不然他看不到敌情。对，我今天我特地玩重坦，就是因为我开重坦的时候我不会指挥。嗯。我试过好多次的，我开重坦的时候我不会指挥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就不再过来了。好、啊哦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对对，你去尿尿啊，把那个尿淋在身上。小明哥，哎，小明哥回来了。哎，你先上好了。那我要装装备了。等我一下。你们都氪金买装备了？我只有剩两个没买。小明哥，你要上，那就你指挥吧。我不要，干！我快没了，靠背，超快的。嗯，直接重坦装镀膜，那差中坦20几公尺而已。以前不是这样。闪击战，我觉得视野好像都差不多，没有差很多。没有。以前中坦有装双筒叉的。哎、欸，密码是什么、啊？欸、来了，1314。哦，我刚好把装备买完，你就出现了，你让我亏钱。用金币买啊？对啊。我要把它点开啊！我直接第一个把它点开。
没关系，然后利用你上，我反正我礼拜二也要打团战，反正就要点开一台车。哦、小明哥离开我了，那你们加油了。我会在旁边不讲话观察你们。我不能这样啦，你也要指挥啊。不行，全部靠老司机跟你们。老司机啊，我是旁观者，我是不能讲话的。哦，这样。那你去帮我们探听敌情。对啊，开始了。哦，哦，六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哈，开始了。OK。我们之前我们都怎么讲？老司机说了算。我们上期带的是那个假传声的，我们全部走那个什么灯塔那边好吗？啊，好。哎，那我灯塔中坦线，就那个最中间高地那边，那我们不要上去了，就是。哦。因为我们没有中坦，我们在那边很怕被黑。灯。不是不是那个、啊。教堂中间那个最高的地方，教堂。打野战。为什么比六要快？奇怪，刚去怎么跑这么快？他有那个、啊、有装备吗？要站，要站一点。不要，看，如果我没有来，我就在。那我靠近 A 点点点。来了。我玩的走这里。我他妈一开始就送头了，一起换眼睛。卡住，卡住，卡住。爬上去那个小山坡那边的话，嗯，改杠七去山坡那边，可是我没杠七啊。我去哦，就去那边。我知道我要去那个小山坡，我去那个小山坡。再去我去我去我去那个上面那个小平台那边。大平的，哦，那武林旁边有人，旁边有武林妹，沿着这里砍掉，他们两个去打。我们去把它干掉嘛 ，Skywalker。啊，哪种？不是 ，Beast。对啊 ，Beast， 我干掉，我跟那个谁。我。好，我跟你。Beast 看起来是挂机。是不是要当兵？你不要哭。感觉不用站点了，看对啊，管管。我们先，我跟那个，我跟四、那個、台都在这里。我们先没看，没开一。我现在回去跟他们一起推过去。我非常不情愿。一种怀念的感觉。不过一百现在不是应该很强势？我也不要上去上面，跟他们一起推过去。对啊。赢了。不用了。他们死定了，这样还输，我真的很错。这样输你们就要倒霉。冲啊！果然走这边是对的。啊？他们也走这里，为什么这么近？他们分散了，他们有一台跑到那边去了。一五零。哇，好像网络怪怪，我要去关心你。你问他一下。对，我去关心你。他网络很少正常的吧？真的，说真的。欢迎五千五千。那么打算一发，然后。
小妹，你十阶册只有这个跟报应哦。还有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像是随便排的。Pistol， 你的网络是不是有问题？我看你刚刚不太能动。Pistol， 他你刚刚看什么？他的网络是不是怪怪的？还没人，他不能讲话。用打字的，有人可以跟他打字，跟他讲一下。我等一下，你们那个是不是网络有问题？不然这样不太公平。我先回去了。很酷，在外面打野战，没办法，你把头露出来，太香了。你要不要找亮一点的地方？蚊子真的特别爱吃我的血，这边最亮了、啊。去身边的我，在那边语音会很吵啦、啊。我是怕扰民才走出来的，不然便利商店在附近而已。哦，干！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去便利超商。没关系，顶几个包，没多久就好了。哇，穿外套，这是另外一边出生点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没调、哦，我还没调。是我的网络是不正常。我们战术不变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上小。那我等一下上小平台。对，刚对要上那个。好，我等一下上去哦。那、啊、看情况，那个如果可以用那个乐观的话。我发现我看100都不是火力输出，都是帮忙吸炮而已。这样就很好了。因为沈妹，你该减肥了，就是在说这个太大只。哦，我真的很讨厌100。一百老玩了、啊。那、啊、是我那什么、啊，是十阶车军商最高的一台。好了，应该他应该回来，他按确认。好了。Fisto 的网络不正常吗？没关系，不是我们的不正常就好了。他刚用，他换手机了，他用 Note 3玩，被卡到不要不要。爆炸，会爆炸。Note 3不是还好吗？它不是什么高通的项目，有豆爆过吧？我记得都有记录。我正用 Note 2玩呢、欸。哇，你真是命大。一样哈、哦，这战术一样。好，久一点。对。那我去上小平台。哎，我在前面，我在上面弄它。妈的！是两边，就不同的重生点走这一条路会有犹豫的事情。不知道、欸，你要走，没错，走走看才知道。对啊，这边刚刚那边重出生点，其实用车跟战术都会不太一样。刚刚那边好像比较那个，对，重走是一样的位置，然后看看是这样的。讲解啊。他们好像这次不加钱不走，那我们就暂停，不走这也不暂停了。他因为他们有中坦在开封嘛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我上去了。他们在站五，站五。去上面搞。可以试一下，可能可以试一下逆轨。小心 Fisto， 他会绕月。司机，你的2E5 要跑多久？我是扛线型的玩家，重坦打习惯就这样。2E5 扛线也太神奇了，把2E5 推出去扛线，推出去施暴。OBJ263还在，小心旁边哦，那个仪式那里。OBJ263扛100还可以。到后面那个，注意一下。看炮塔打火，救女儿是什么打法？屁股一撇，逆摆。OK， 我看那一四躲在上面，还要小心点。那一四，然后把他打死。对 ，H 一居然打死。哎、欸，二六三呢？所以 H 一打死。
哇，哎、欸，打到，后面有二六八、二六三、二六三，二六三是可恶。二一五螃蟹他们就越想要打我。电炮，你怎么打金鱼啊？我就慢一边履带，他这样打不中我，你又打中我履带，不打我哎、欸。一次一次看门收掉一次，现在开始。你们现在是平手状态。对，他是夜间抓的。小队友，拿 H 一，拿 H 一炸我，慢他们收掉。没有，又追回来。可以问阿瑟要不要吃？对，是。阿强，阿强。一次小心点啊！一次。没有人收他。对啊对啊，你打断了。好啊。你们撑一下，我上去搞他们。我上去搞他们屁股，你们撑一下。来了来了。哇、哦，跳蛋！哇、哦！干二一五不扛线，屌了！让他来，让他。说真的，哎、欸。我队友太会站了啦！现在稳了，现在稳了，我直接站了。哎、欸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现在稳了。什么话？我们什么话都没说，什么指令都没下，然后站个点全都站了。那个神秘，赢了。我们队友应该赢了。超会站的。对啊，现在又要帮你信用卡先解决掉了，你还要二一五扛先什么概念？刚刚以为我很软，就一堆人想要过来吃我，就那个没有二一五 B 蛮硬的哦，那证明真的蛮硬，他的头也很硬。没有，刚刚都打我。我们换绝望之雷吗？我们讨论一下，我先过去一下。绝望之雷，绝望之雷要怎么玩？欸我们这张图打绝望之雷啊，你们讨论一下怎么打。OK。换成，我出手，王子。匕首换成，匕首换，什么？匕首。OK， 没关系，匕首开一五号。嘿，我卷的卷切。好。匕首开一五，然后其他应该都还是先一样，我们先走。匕首有听到吗？他不能讲话，他可以听，他习惯不讲话。OK， 然后 C 有换成居十五 ，B 有割居十五，挑战现在暴脾气第四，然后，欸、他们基本上对方是全中的，对啊。后来也觉得不好处理。那个匕首你点下去，要匕首看看可不可以从侧边投几炮好。我们还是先以那是什么 C 点吗？应该是 C 点。
给你吸点维度。明白。然后，阿伟的话，就是趁那个我们众人去扛炮的时候多输出就可以了。嗯，咱们先从，咱们是先从哪一侧开始？我们是从南侧，从左下方的。哦，那我去上那个高台，瞄准 C， 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先试试看，先看可以打到什么。嗯。能挂你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好了好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OK。看蚊子很多。蚊子。对啊，被叮两包了。所以你还要面对。还要面对对面的攻击。两包还好，上次坐在一个地方十分钟被叮了十包。一分钟一包，可能审妹要多捡一点。坐在公园站着，然后打了。审妹可能就是蚊子比较喜欢吸你。对，因为是女生血比较好，血比较甜，有没有？白白胖胖。男生操劳也不喜欢。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超喜欢吸。你过来，看看门口。有人过来了，都在隔壁。他在里面。那你重弹可能在后面，小心后面哦。在左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过来了。大成。15151。后面那个钢梯、啊，我们现在是在包了。这么多，我们推后面那个钢梯了。你去打一个吧。好，走。我们去推后面钢梯，赶快离开这里。要不然，我们去把钢梯弄死。哇塞！神妹，快，不要躲。沈大姐，推，没有问题。沈大姐，我动不了。他在钢梯打掉了。你一百下左边找你们注意一下。你是推，不要理他。先把驱逐杀了。看中了。感觉不要去动。杠七。哇，我靠！前进。你一百就打一百，一那个神秘打一百。他现在背对着你，我帮你们从后面。然后，哎呦，我超讨厌一百的。三台钢琴。对。撞死。哦。七十五。三台一，那三台钢琴说他跑。一五，大哥。好快哦，太快了。你刚刚要先瞄一五啊，一五刚屁股露出来。一五本就很快。先打一五。一百现在装填变几秒了？杠七快死掉了。哇，杠七被帮我再加速，装填只有。大概几秒？大概13。现在杠七都捡到那个十出秒了，是杠七射速好像下降。那侧面就贴杠七，我换加传声以后，加传声以后那个射速好像变很慢，就11秒啊，11.5。那个杠七逐渐型的坦克，用射速就会比较慢，就是那个。一百杠七要被卖了吗？被炒起来了。
被夹击在。靠，平白无故被顶好几包，然后又被顶了。哦，你小孩好吵，我请他离开，等我一下。哦哦，为什么不打、啊？小孩会哭是正常的、啊。还好没小孩。欸、我们最少一个、喔，最少一个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。哎，谁跑掉了？对，我们最少一个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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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刚刚不是小薇在哭啊？不是啊。哦，我以为是小薇。那谁、啊？不是小明哥他小孩吗？刚刚我小朋友讲一下小孩。小孩的名字吗？刚刚那个吃薯条那个。什么？谁要吃？在哭的是谁？Leo，你好了没？你要按准备哦。我换车。263。哎、欸，263打叔叔。没有，最近在打酱油。我们阵型看就是应该就是一波打那种。就是换另外一边了。哦，好硬哦！两台一百，干，两台一百，两台杠七。一样打B。好。我、哦、这次我不敢冲那么前面，我要上去了，惊到。看管哟，这是。好，那你要注意。赶快离开那里，他们三台在那里，我被干了过去，我就很强。小心，你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啊！我干你啊！小心四八在后面啊！四八。是想打我屁股，没事。一百打一百，我撤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没有往右边走。扛着，扛着，扛着。你神妹进来一点，你那个狙鼠可能打你。前面还被后面尸体顶住，前面被尸体顶住。
没有。哇，神庙被我害死了，退货出去。就他后面有尸体，没办法退货。那怎么办？我啊，卡住他们，刚刚卡住他们，太胖。收一百。这场是我的问题。那个一滴血的，一滴血是啥小的？靠背。随便打。可以出去，可以出去也没关系，都已经出去了。直接冲出去了，后面。能收一个是一个吧。哇。一滴血哈。我零伤的样子耶，妈。哎，没有，你有打到一炮，靠背。刚刚本来可以把那人收掉，就把他打到他下面那边了。你们刚刚好像是被包住，被包的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我都换金了，换金了，没换金。再换什么地图？我看一下。看边吗？我换过了。港湾。港湾。港湾是哪一个、啊？你们想一下，我过去要跟他们讲一声。港湾就是左右边有船的，然后可以护中台。左边港湾的话，他们这张图打港湾了、啊，你们讨论一下。一手一样是在一百，然后。其他我们应该都还先等一下，嗯 ，T 恤再杠七 ，OK。那个，我们有一台飞机。A 点那里，你们知道你们的出生点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看左上角的小图，看左上角那个小图，绿色代表你。往左边是船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太酷了吧！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只提醒你们，以后看那个小图就知道你们的出生点在哪，那、啊、你在讨论战术才有才有用。哦，你不知道？九层塔，我不知道，还是我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的。对啊，谁会注意那个图啊？跟你们讲，你们讨论战术要知道你们出生点在哪。谁会注意那个？对啊，那图小的跟什么一样？迷你图，根本就没人会看，好不好？对啊。那除非特别去研究，不然根本不知道。对啊，远距离一看，原来有什么迷彩之类的，一看就知道。在往 A 点移动的时候，随时找好。我插个嘴可以吗 ？OK OK。你们知道你们出生点在哪里吗？就是北方的那个、啊。他大家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就是诶、欸，有谁可以讲说你们出生点在哪？左上方有那个笔数，有没有看到？哦、oh, ，OK， 哦，笔数后面就有那个，就是绿色的吗？ Oh, 对对对，绿色的。我讲一下啊、哦，你们是红队，红色的，红色是你们的出生点， oh, okay. 左上方那个一比三，上方是不是有红色？红色就是队伍 A。我刚刚在问队伍 B， 队伍 B 也只有一个人才知道怎么看出生。应该是我们这边的视角会不一样、啊。我们不是 A， 我们这边是红队的，对吧？是。你们队伍 A 是红色的。OK。红色的就是一比三上方那个是有红色的嘛？所以待会你们出生点会从那个红色那边出现。小明跟我们颜色不一样啊，小明啊。你看我们这边是红色的，我们看我们这边是绿色的，我们在上方的，我们图 display 出来的，对吧？就是北方的啦，上方那边是绿色的。哦、对对对对，反过来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对，我讲，对，我讲，因为你是闭嘴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
不，我看应该是说我是观察自己的队伍都是绿色的，一队都是红色，应该这样讲。对。那、啊、你们 OK 了吗？我们应该 OK。OK 好，我回去。应该全部人都 ready 了。提醒了。然后你们就在后面 A 点那边等。大雄，你按准备啊。有人，可以了。A 点有人，我们就过去。史上最强 player。对啊，以前我超讨厌什么 player 后面有什么数字。哇，那些有很强啊，真的有很强的，我70几在看他。其他的 player， 我们还玩什么？玩游戏？上次有看过啊，那个 CT 的那个前工会有个叫 CT 的，然后有一个七十几的，对啊，那个、啊、现在没落不打，都弃坑。现在 CT 还是那个、啊、前三名那个什么 LOL 啊，他们二团的都去那个，他们二团，二团的强的，因为之前二团比较强，一团都没在打。现在二团几个强都跑到一团去了，现在专心打，他们现在都走那边，那我们不站 A， 不站 B 了。那我们再跟他对一下，要小心那个 TD。TD 应该在山头上。嗯。没有车，小心点，杠起那个不累了。要进来一点，进来一点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在这里，你这里回来，这里回来。过了个去，哦对，哦对，哦对。哎呀，这个太弱了。快快快！你那个要小心，你漏履弹哦，那个。对，我是哪里？那就是。100过来前面一点，那个神妹过来前面一点，我快扛不住了。要压制那个一四，压制一四那边。我在这边，我在那。我没杠杠线。我有，我在看那个，但是他这边有杠七跟一四。你们全部压过去，压过去吗？我这边一台扛两台了，我要冲了。对，我们这边，你那边先打一百，先打一百，快点。你们推快点，我这边快撑不住了，这边快拖不住了。老司机到处。我要顾两边呢，旁边还有中台也有，超累的。啊，帮我拿一下这个。我要干，快死。啊，你太晚了。啊，干你娘的！我去，这个。那个老师听我那个是有录语音的哦。截止。今天上传都是脏话。现在我现在是 live 哦。听我刚讲诶。哎呀！不
会有人看吗？哎，不会有人看吗？不知道啊，管他的。对啊，管他，自己开心就好。对啊。你们觉得有什么状况？我觉得可以当下要讨论一下，不然事后都会忘记。太僵持了。对啊，刚刚那边应该我们应该应该早点推，应该早点推。对，我们两台杠七在那边卡，那两台一台杠七，一台可巴顿的时候，你那时候就应该过去，因为有两台没有吸在这边，然后你们那边，而且他们一直白条都打不穿，所以我讲一下我的看法。就是，哎，其实组团也会遇到这种问题，就是对方 HT 布阵嘛，后面有一只 T 子嘛，嗯，啊，每次他们对方这样一布阵，我们组团会愣一下，然后先对炮一下，可是对炮完以后通常都输。对。那为什么他们对炮就能？因为我们没有 TD 在后面压，他们很安心开炮，他有一个 G15藏在后面。我觉得我们打起来比较别手别脚，我觉得啦。他们两台 TD， 一台 TD 扛先，一台 TD 在后面。刚好是硬碰硬嘛，硬碰硬的话，要不然就是你对炮技术很强，要不然就是一波杀掉，要不然就是带着你这样子啊，对啊，要不然是你们没有 NT 啊，没有 NT 没办法去做背袭啊。嗯。啊，他们有一台 NT 在搞我们。哦，真的超烦的。虽然他打我都没有穿啊，他离离我们很远，然后在那边对炮，那你们会有压力，就被包起来，对吧？我看到是这样了。超大包哦！哦，靠背。对呀、啊，老司机要弄那个，还要弄现实生活的文字。哦。哦、被四八弄又被蚊子弄，快被搞死了，真的是。蚊子有打你打穿了，对啊，他打穿我，蚊子每发都穿，直接每发都穿。超痒的。那你们赶快准备啊！是对面啊，对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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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过去问。对，那你们按准备啊。Gary，Gary，Gary。OK， 我回去。哇 ，Gary 用爆衣了，厉害！他炮都没打好啊，炮都不比人好一点。我们这样一边是一样吗？去那边吗？不要了，我们去一个人到西点绕一下，到西点啊。那也。那如果这样打的话，刚二一台中坦，要不要先把这个中坦吃掉？那我先去火车队。这快养死了。去火车队。一边抓羊一边开那个，去那么远，超累的。要吗？你要不要会不会回不来？那不然我走河道下面，不要去他。好，这样就可以。直接走过去。过了。先站着，那我们其他的一个人站就好。其他，哎、欸，不要让他跑好。不要追不上去，追不上去，暴衣跑不过暴衣啊。我们有去，有没有一台要上那个小山坡？我们在这边跟他搞，需要看着地点。杠七上去，这两边是一样。中国信托也是一样啊。就守在这边，两边都要守吧。我们要守 B 点，不要让他在 B 点。好，找那个好打的位置。那我要去小山坡上面。这里可以多一点。28是怎样？我拿那个、啊、H E S H 打他，哈哈哈打不穿呢、啊。八都要问，哎，二八，刚刚 Fisto 被蚊子叮了一下，很痒。来，我们先把那个
右边两台。好。就跟那个杠七狙都在这边。好，我再去。那我们两个过去。好。我觉得有一台可以去。但我们那个神妹跟那个另外一台就所以。马上去三陪了。我们点数比较多，我们可以。对，我们就守住 B 点，守住就好了。他们就输了。B 点比较。他们要应战。他们要应战 B 点，打得穿，但是打不穿。看不到了。你要被应战。好，不行，我就不下去。一百来。你要被应战了。好，你们推下去，那个左边三台推下去打那个杠七。右边只有两台，右边抽跑，应该来不及。一四，我们把一四干掉。那你进去吗？七十五，那六百多血那台，把杠七干掉。六百多血。你们左边可能要开火。左边要下去了，不然会死亡。先把一百杀了吧，然后再去收后面那台钢琴。泰哥，先把先打一百，先把一百杀了，再去收。不要吧，我现在比战很快。看，钢琴直接打不过。帮你。干。哇，好酷，你直接的意思。老师也在打蚊子啊？没有啊。回正。快逆转了，逆转了，赶快去帮了。好，先，然后再杠七，应该就我去杠七，杠七。前面有人闯进来，用 H 一拿。大熊压上去了。好，先点数也快赢了，不要死人就好。就哇哇！这下三台快跑快跑！哇，就躲着就好了。他们也收不掉你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哦，赢了哦！逆转胜！哇，太神了！哇，我觉得我是在跟蚊子战斗，不是在跟他们。没有，我手也被顶倒了。什么东西？等我一下，再打个两场左右就要下来。哦，十一点要回家，赶在外面上哦。还是赶完吗？不是要换地图，已经两场。嗯。运河，运河，哦，那个，哦，那张哦，嗯哼，那张现在好像大多人都走那个，不是走中海线。上次跟一个 CHDR 组语音牌也是叫我走中海线。现在我们出生点是在绿色上。靠！老司机，你是只能打十一点对不对？对啊。我等下叫元首过来。骑脚踏车回家。元首过来，顺便问他，他不是去听。顺便问他，我们顺便在结束后再跟他讨论。哦，我先过去跟他们提醒一下。站了 C 点，通常。我刚刚就是想，如果是那个 Gary 那个爆衣的话，可以说绕到 C 点背后那个坡嘛，就是通常我们中坛都去侦查跟卖头的那个坡，就是那个就是冲过去，可以吸引他们注意力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可是我们刚刚不行啊，我们有钱了，现在就走。我先跟他播一下好不好？老司机打到十一点，那十一点号那边队伍 B 会少一个人嘛？
啊，等一下元首，我会把你补过去，好不好？元首，小米啊，你下，你下来吧。啊？你要打一分吧。我想我想转播就好。哎，真不行哦。嗯。啊，你们快一点，哎，节奏有点慢，快死一点。Gary 准备哦。Gary 没有钱啊。啊 ，Gary 没钱、啊，我现在就筹钱啊。卖一步错了，卖了，卖了天哪！先把一些吃的弹药卖掉嘛。先把包衣卖掉。我一群卖弹药，你卖些弹药，然后再开出来。包衣没有用啊，卖掉了。WG 搞死我了。好，我回去，我回去。有没有时？有没有时间砸钱？哎，靠飞。刚刚那边 Gary 是把没有钱拿来卖弹药筹钱。啊，Gary， Gary 为什么会这么穷？我这现在装备不是不用用钱买吗？就是用金币买的。金币花光光了。哦，好的，我这290，我290花了，团战没钱。哇，留100多万，今天就直接点开锁匙。那个我走。一般打法啦、啊、什么叫一般打法？一般打法，左一点，每个人都不能右边。重坦，每个人一般不一样。A 点，重坦，因为我现在一般都是走这边。我可以下去那个洞吗？哪个洞？不要，我觉得不要，那会你会被黑。我们前面对面是掉下去。还好啦，其实这里行的。哦我刚刚在路上就被黑到了，就被黑到一半我就下去了。我还把15收掉，对，哇，15创掉，太好了。就下面这个地方吗？干，蚊子很多哎。这边好冷。一边把蚊子收掉，一边打炮一边打蚊子。我们先把司机的蚊子收掉，再来打。看我这个蚊子变多只了，变两只了，刚刚只有一只。顺便打一只。在这边慢慢跟他玩。上面是不是只有两只？那个100。一起收。收100。全部去收100。好。打快一点。陈汉都想打我。我们从右侧推过去。因为他们已经分散。我现在下，现在下面，被逼到这样子。你是打地瓜吗？地瓜王，路边人。不要跟他对炮。被盯住，我向你走。咦，没死！哇，这命怎么弄定了？靠北，怎么没死？哎，花地瓜！一四打掉那个 D I N 带钢琴那个扫血钢琴，扫血钢琴，小心武林来了！真的，我要武林。什么？不可以，不可以打神秘。哦，真的往生的，我要直接打两台钢琴。C H E N G 怎么在这边？我这边黑炮，黑准一点啊，大哥。哇，我就是对了，感觉不行了。哎，屁股没打起来。其实现在真的有。刚没打到那个钢琴呀，麻烦的。钢琴应该飙黑枪吧？一打三个。先说那个啊，他们点数到了。对啊，至少存活了，没有被处理。
再一场，再一场。放钢琴。走法一样吗？我跳掉了，等一下。没有。不要一样。像刚刚他们对面那样走。我看到是好像推太慢。小明歌手就看法，哎，收 G 十五收的非常快。我全心全力在打那两台打好的仗。只是说，后续应该是大家一起往前收他们的尾巴吧？对啊。这刚刚推太慢了，真快。黑枪，你说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，很难讲。可是刚刚的黑枪，我觉得效果有限了。对，杠七应该要去帮忙续了一些东西才行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吧。因为杠七炮控不怎么好，而且装填也没有很快。哇，其实我没有死掉黑箱，应该是我来做的。如果我没死的话，其实以现在你们这个队伍，黑枪比较适合是二一五 B 跟爆。那个 Gary 他没钱了。Gary 没钱了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那个后补的。那我请那个元首上好不好 ？OK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把它移出来。Gary 没钱了，没钱啊、喔！卖车了，你没钱啊？多少钱？那车子卖就有钱了。现在提去卖卖。报废金车卖掉心会痛，还没有说。拜拜了，你还可以在马场上卖车。我已经卖掉好多只了、欸，不是还可以卖弹药吗？我都不敢卖。我刚刚跟他讲卖弹药啊，卖弹药太困难了吧？金弹除了多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有十万银币啊，勉强可以撑着四五场，四五场。我上次用十几万在那边打团战了、啊。就打到最后钱也没亏很多，我把元首吊上去了，他说他很久没玩。等一下问一下元首，他是二福的大神。现在走哪里走一点？觉得超出。我去站 C， 我还是可以下去，不能动。那你们都走那个，随便你们打得好，你就觉得有信心你就走那边吧。没什么意见，一般打法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我所谓的哇哦，哇嘿嘿，不要管他，就去走走。他等下侧面突然有一台中坦过来黑我，哇！我靠！他把我打死！被什么打中？哇！干！把我打死！被爆弹压器，弹压架。运气不好。应该是。没有派，所以说杠七要装十四不是没有道理。狙啊！有人被爆弹药架、啊，对啊，只有你有装十四弹药架吗？没有十四这种东西。那、啊、你有装那个防护包吗？对啊，已经没有十四弹药架了。装哪个？哇！防护包。哦，这没有，敢变多都没有。那你一定爆了、啊。你直接写了。那我掉几斤了？带防护包啊。欸、我们要不要？啊，还有我觉得野团，我觉得野团走黑点，走一点不好。野团走一点。野团长，团长，团长。玉树很讨厌、啊。没有，我刚刚有提出说要不要学他们一样走，因为没有中。那走 PC 啊？可是你们开场就那个，我们沟通好啊，你们开场。因为我刚断线了，然后大家都往那边走，我就走下去。我最后一场都是 BND 了。最后一场。我在这边也快踢笑，还黑币。真的，不管输是赢，我都快疯。快解脱了。杠七。快解脱。传奇迷彩的上面说的很明显要被打爆了，我操，哪会这样
在直播。可以传网址吗？可以传网址。收到一堆脏话。好。我一边拿手机一边其他整理。大雄一等七耶。哦，拿手机好惨。剃光头。对啊。对啊，我领伤。我现在一边洗一边拿手机在玩耶。哎，不要吧，这样我先换那个钉钉上指挥。好，我先下楼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谁要挂我们？哪个是弹药包啊？谁要挂我们这里？等一下，我先防护包吗？哦，防护包，要装防护包。A B C R 吗 ？A B C R， 我们换指挥了。那个，请哈我上。OK，下一场哈我上，还是胜了。哈维德。阿伟，你要来指挥了。啊，对方是丁丁了，我已经换丁丁。我跟丁丁讲他那一张指挥。Okay. 啊，你们那个，你们讨论一下，你们讨论一下，再按准备，我先回去。OK， 我想想啊，老司机走了吗 ？D D F 在跟 T W 零零在。我们这边没有人。我们这边少一个、啊。我上去了。VF 整个电报那个 TW00， 真假不意外啊 ，TW00 什么分队？笑我！元首说他没钱，元首也没钱啊，太可怜了吧？都没钱，那我下次怎么样？卖车卖车？那个 SG 不能打吗 ？SG 他没有十阶车，他只有九阶。他们是，我们掉一台可以开，他只有活大的小号，他只有杠八而已。活大小号他队友，你觉得他跟人家拿账号借活？哎、欸，那个不是不，那不是给过了吗？不然，不然我开。你说一是选手他没有钱买弹子弹吗？我把他移出移进来。里面怎么都没有那个肥肥，要多拿一点吗、那就六打六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六、哦、打六好不好？嗯，我去跟他们讲一下，我们六打六好。已经又用光了。Hello， 我们六打六、哦，六打六，六打六。嗯，没有140的话，等会儿有一个人开九阶车、哦。对哦。酒店没有东西，大家都开酒店吗？还是不是他？是一个换酒店，公平的。哦，那小明哥不见了。你说要打七打七啊？没有了，就是可以一个换酒店，换酒店，换酒店可以吗？那我去跟他们讲，我过去。我换一个酒店。这个先解决掉啊。嗯 ，Hello，Hello。我们把 SG 调上来，然后他用杠八。就用他九阶，然后我们这边出一台九阶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七打七。你们出一台九阶没问题啊。就是七打七，然后 SG 用九阶。哦哦，杠八，等一下，我回去看一下我的装备买了没有。我先把你调出去，我先把你调出去。哎。那 SG， 你先去换。看你妈弄装备、啊，等你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那两台九阶，三台九阶。哎、欸，全部九阶吗？我先回去了。OK，OK、okay, okay。利用你开九阶嘛。对，等一下我装备、欸。可是为什么大雄是 T 五四，你杠八两台九阶？等一下，一个人九阶就好了，你们沟通一下。那九阶好，我看看杠八变成怎么样。我剩下56块金币了，你好，我金币。
那就大那请大雄换那个石阶车。大雄你也换杠七。大雄有杠七吗？有。听指挥的，听指挥的指示。大雄换杠七，利友就杠八，一台九阶车。然后沈妹，好，沈妹用。好，一台驱逐，好。好，我们就这样。兵不足，好可。我好了，准备好的。好。可是Leo。对。他们有在走位。那我再看一下，56块金币有还哦。他们现在的打法是没有 NT 啊。他们想要，哎、欸，他们有两台九阶。哎、欸欸，为什么两台九阶？一二零。哎，我想要两台九阶。去问一下。要钢七吗？你们出一台九阶就好了。对，虎哥带钢七就可以了。啊，泰格现在是九阶车。对，他在换。等一下。他断线了一下。对。啊，你们全部听 Howard 的指示。Howard 可能还不太熟悉我们的团战，你们可以多帮忙他，好不好？对。好。谢谢大家。都行的。就把所有的情资报告给他。好。我。阿弟有按准备啊。OK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哎、欸，他也太杠八了。我们等一下都走那个左边。啊，明白。左边是那个有河的还是沙漠？有沙漠，就以前旧的那个基地那里。哎、欸，这怎么只有一个基地啊？这个没有路。那这样的啊，那我们都走，我们都在基地附近，然后中坦去开光。那我们中坦在中坦后面，要小心他们右边的山坡 ，TD 可能会在那里出现。好。我是在100开光。你们在这边等。他们应该在瀑布那边了，我在过去找那次被 G15看到了。你们就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，然后把那个一个人去基地那边站起来，然后卖头。有一个人去基地，你们不要走太散哦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张图怪怪的？没有路。对，没有路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打这个、啊，把基地站起来。没有办法卖头。这个基地没办法卖头，走炸了这个基地，去上基地，因为这个基地没办法。这边有人呢，我觉得我们 NT 可以各站一个角去看他们，你们觉得？是我去右边吗？左边我看着。我觉得我是弱点位吧。就是我们把炮线拉长，我觉得太你们不要走太散哦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都要靠近一点，小心他们从右边这样冲过来。我觉得他们在集结。那个，我们他在。哦刘大，你小心一点哦。刘大，我知道。小心一点。对，现在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。我在右边。我看到了，神妹，你那个位置不错，你看着那边，看他们往哪个方向走，我们就往哪个地方跑。但我一直僵持，会不会停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推我这边，我觉得，可是他没有看出来。
好吧，我打不穿钢丝。G 十五在那。他技术他只能黑枪，他不能跟他们一波冲。这场 G 十五根本就没办法，再一摔一个。我在这边等他。其实可以把那个基地站着。我去站。可以站着。不行，我站会死。真的吗？那我站一下。哎，我被点亮了。哎，基十五在那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小心哦。李欧大，你要闪人了，你太远了，你那里很危险。有在推啊。神秘那边可以往前看一点。我刚我被打了两炮。那边有人哦。有。这个黑枪。有天主出来了，我根本没有好打的位置，我应该在找 gate。其实我就是进基地没用啊，你拿来寻找。那我平手。对对，你就平手吧。因为阿迪都加你小尾都跟着起，是不是啊？发现 SG 的放八角一百八七，上面也是，我告诉你掉皮呀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他在杠子上。刘大收的不错，管他一直打我。对啊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想去收他。推过去，推左边好不好？推左边没。一四这边可以帮忙吗？一四这边。好好，我这边，我在这边。看到丁大了。我在推的同时，你们也推过去。装备被击穿。推过去，一起推，不要躲。看到一百。冲吧！冲冲冲！可以冲到第二局，可以冲了。冲！吸吸吸！我们重创目标。敌方被摧毁。下张我，下一次我会把这张地图省略掉，不打这一张。这张不知道没有录。你们觉得我杠八要装防御还是装加血量？防御吧，杠八血量。我现在是加血量。因为你加防御打十阶车有感觉吗？没有感觉。撞上面十阶的屌虐啊！是加血量。你是打八阶车，你可以防御，我觉得可以。加七达到最高速度，引擎加速器，我换换看。嗯，我现在装引擎加速器。那个伤害要加吧？穿身了。穿身不用，杠八穿身很好。他们现在出一台NG。哦，我们也有。我
我们两台，好，开始。就这样。三台。一样的打法。一样，去基地附近。不要让他们过来哦，找机会把基地给占。基地应该只是吸引他们出来。对。我们把全部的车包起来，包一台子。小心他们上面。两台中坦过去看就好了。我在这边，你们都过去。不知道在哪。开到一台意思。你们过去，我在这边，你们都过去右边，全部都过去右边，我在这边就好。还有一个好像糊了，没关系，你们都过去，都过去，看着右边。跟大熊在这边就好了。嗯，泰格的那台杠七好像在附近吧？你们过去咬他们后面，直接冲了吗？对。然后你们过去的同时，我们会过去。你们先过去，你们全部都先过去。大熊，我们要走了。大熊，该加速器要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他们在这里等我们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快点，快点过去搜他们。你们快点去咬后面。我没办法跑了。大熊在那边扛炮吧。快点，重坦，快点推 I7，先把100收掉，不要躲了。大熊，你跑太远。一十，跑不掉。快点，钢七，不要躲。G15要打我了。杠七，先把那杠七弄死。撞他！大雄，你有加速器吗？你要加加速器。觉得我们就是因为刚才上来太慢，没有，对，我本来是想说在那边弄他们，然后都吸过来这边，让你们过去包。大雄，你要买加增压器，红色的，好，处理一下，红色的增压器，先不要用。葡萄园。哦，葡萄园有了，换了。哦，葡萄园150跟豹一，去基地附近，旧的基地附近，然后我们重坦进城，利用那个基地的低洼地。开光跟闪躲，先这样。他们一台150，等一下谁先出现在基地附近，我们就去搜他。我认为是150。所以是全部吗？你们就在基地附近，对，然后我们会进城。那个。
个 SG 说他要下了。SG 啊。嗯。OK。你说玩这一盘，大家一起散好了。好，你说最后一场。对，跟 SG 讲。嗯。所以这一场最后一场，还是把这个地图打完。对，把这个地图打完。也是一点。Hello， 我们把葡萄园打完两场就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们有一个说要下 SG 要下去嘛 ？OK， 好。应该是 SG。谢谢 SG， 我们六打六。OK。葡萄园，一。我们六打六啊。我回去啊。哦，他不行了。对，我六打六。开九阶吗？哦。没有，全部九阶。哎，公屏少女。我还是过了这里。神秘表里中坦跟驱逐太远。嗯。左城，右边。我地图也没有路权。没关系。嗯，之前有的。可能是我刚刚动到的。是不是按错？没关系，我。遭遇症。壮胆精神。神妹，你要回来了，你到后面，你到他们后面看，看可不可以闹他们。你不要意思。他们，我认为他们用跟我们一样的打法。我过去支援你，你们在这边停一下，我们过去收那个一五零。你等我，你先不要让他以为你在这边跟他碰。他们两个过来的几乎是。我们去收那个 G 十五好了。一五十，快一五十，七十五。灵魂已经跑走了。钢七先把那个一一百收掉，血多的先出去，血少的大熊过去。那我过去。一四会被闹吧？一四，你们这边。先把一百干掉，但水里太慢了。一四，九月，一四先盯着吧。一四，不要管那个钢丝，先把一四打死。好，后面的钢丝，也就是这样，后面的钢丝，好，可以。这个一四还在跟他僵持。
我出去会被打死啊！盯超久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没关系，可以等队友。觉得你们觉得这个打法怎么样？状态？他们以为只有神妹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不过后来有一台刚奇过来支援，对啊，就被他打死。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就结束哦。没有，没有要换边吗？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，还有一场 ，OK。是啊，还有一场。OK， 好，还有一场啊、哦！完成，这样不甘心，还有一场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刚才过去说把这张地图打完就结束了。哦，好 ，OK，OK。怎么又少一个人？少的是我，我闪退。对面，我是说对面剩我。那对面那个匕首下了。嗯，匕首走了。匕首走了。结束好不好？Okay, 好，就先这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那个，我去找人。哎、欸，找人手过来，我们过去啊，过去那个房间。我过去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那个元首在吗？元首可以讲话吗？丁丁有事情要跟你讨论，那个游戏那个大改的事情啊。你有去参加会议吗，元首？元首现在不能讲话。啊，元首不能讲话。元首就回去。他刚有打字。拜拜。哈哈哈哈哈。元首，等一下。元首，我们想知道你在那个3:30不是官方有开那个会吗？那你听到什么？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。Hello， 元首。可能元首不方便，他可能讲话可能会被杀掉，所以不能讲。有可能被签了那个保密协议。还是他是找不去的员工。元首，如果你不方便讲话，打个字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知道你不方便就不为难你了。那你再留一些你打的字，让我们去了解一下。哎，我们有一些团友是蛮好奇说 WG 改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想了解。他会在 Discord 吗？不知道，有没有在 Line 打？不在 Discord 啊，他在 Discord， 但是他的麦克风可能有问题的。以前元首是可以讲话，只是他今天可能因为有什么问题不能讲。他那我怎么跟他说啊？只能用赖私下跟他聊啊。哦。他会上 line 吗？对，他会上 line， 他会上 line。 你们、好了，先，如果没事就先下去了。元首在打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元首说他只有2G 没有麦啊。哦，没有音。用2G 跟我们打。啊，你们今天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以后就是团战的模式就跟今天差不多，就这样子打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没事。对，我在 Discord 跟他讲。好，没事。OK， 好吧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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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